朋友咧见到另外一个朋友，咁个另外一个朋友咧佢闷闷不乐咁样样，咁嗰个朋友就问另外一个朋友话：喂，做咩啫？你闷闷不乐？咁另外一个朋友就讲话：唉，我同我老婆嗌交。咁我老婆咧就话：而家要一个礼拜唔同我倾偈咁。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就话：咁咪好咯，咁你都落得耳根清净啊咁。咁个朋友话：唉，而家已经系一个礼拜嘅最后一日啦。咁讲。唔关我事啊！你直情话好笑，叫我讲嘅啫，大佬。